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、校友们以及各位来宾，大家上午好。我是31班的詹成汉。两年前，同样是丹枫熠熠、金风送爽的时节，我和各位一样，坐在台下，怀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来参加开学典礼。如今两年过去了，我有些心得体会，我很荣幸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在座的各位，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。论路程，谁不是日夜兼程？论未来的计划，谁又不曾费尽心思？课堂上茶歇间，大家亲切脸孔背后蕴藏的，或许是一份份去国怀乡的情愫，飘香缠绕，或是一颗颗热切的心蓄势待发。大家都很期盼，在这山重水复的世界里重新寻找定位。大家都是带着一份期待的心，一份不为人知的使命而来。因此，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切莫辜负这么多份殷切的期盼和热切的使命。大家在这里可以共同发展的事情，可以共同寻找的答案，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，还要丰富，影响力也比你预期的还要深远。回想我在新国大两年学习，我的收获不仅来自于老师，也来自于同学。因此我建议，不要错过跟你同班同学共同进修同一门课程的机会。你们正在共同谱写你们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，一段可能会影响彼此生命进程好几年的时光。不要小看大家一起写作业，一起讨论案例，机会非常有限。这些情景在我看来都非常非常的宝贵，一旦错过了，其实之后再也没有机会。你补课的时候多半就是与陌生人在一起了。另外我还想说的是，新国大中文 EMBA 与其他商学院最大的不同，除了这里有更任重道远的老师，有更不辞千里的同学，还有它位于时代大变局当中最居安思危、最展现韧性的国家——新加坡。大家别小看了这间大厅，它的一砖一瓦，是一群华人先辈们在这片土地卧薪尝胆，创建了高校联人的政府，得到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，才获得顺利兴建的土壤。此外，这栋建筑的外面是世界上最兼容并蓄的社会环境，是这颗星球上少有的种族和谐并且融汇东西的据点。原本这里是个海盗猖獗、种族割裂的岛屿啊，所以现在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文明、最法治也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既然大家有两年的时间来新国大学习，我的第二点建议就是，大家可以借此机会好好的认识这个国家，多留在这里几天，呼吸这里的空气，喝这里的水，跟这里的人打交道，融入这个环境几天，研究这里之所以成功的底层逻辑。我认为新加坡的发展方式与治理哲学，不斥为当今全球乱局的解方之一，一个解方，一个参考，或者是一份希望。我出生于台湾，20几年后我在大陆创业，然后又经过了20年，这两年主要埋头在新加坡，可以说我深度参与了这三个华人主导的社会，并且深刻地了解大家的不同。我很庆幸来到新国大中文 EMBA， 这里的人是真正的思维多元，却能兼容彼此，并且爱好和平的，是真正聪明有才华又饶负社会责任的，是真正忠于自己、聆听自己的声音、勇于做出改变的。因此让我更加的珍惜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平台。顾老师曾说，新国大中文 EMBA 项目是华人的精神家园，一点也没错。踏过千山万水，我们终将明白，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守望，是我们内心深处感到共鸣的所在。因此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好好读书，准时毕业。谢谢大家。